谢你洗净我们的罪，用他的话语带给我们平安。现在让我们安静心去飞行，用这首十字架为我荣耀来开始今天的敬拜。Yeah.
候感到疲倦、压力，这首让我可以学习如何依靠神，如何顺服，如何交托神。圣经上说到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面的不是你们自己的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。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让我》。你用重价救赎我，使我脱离罪。交给。